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百看影坛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科幻片《时间规划局》，主要讲述人类的流通货币变成了时间，拥有时间的多少决定人的贫富。而贫民区的男主知道了富人区剥削穷人区的秘密，于是带着女主劫富济贫，改变世界的故事。电影描述的这个社会的设定是，人类在25岁之后开始老化，只有一年的生存时间，要想活命就必须赚取时间延长寿命。28岁的男主威尔和50岁的妈妈艰难地赚着每分每秒。就在男主时间不多的时候，在酒吧碰到了一个拥有一世纪的大佬，大佬被终点强盗打劫，男主将其救下。他告诉男主，只有少数人可以永生，绝大部分人必须死。时间规划局不停增长着贫民区的税收与物价，以使富人区的人得到永生。大佬已经看透这个世界，于是将自己的时间都给了他，然后跳河自杀了。拿着100年的男主先给了好朋友10年，然后去找母亲，母亲却因为时间用完死在了他的面前。毫无牵挂的男主叫了辆滴滴，花费了几年的过路费，从12区进入了1区。男主在入住酒店的时候被女主西尔维亚看上，接着又在赌场遇见了女主和她的老爸，从她老爸那儿赢到了1000年。女主邀请男主去她家玩牌，男主在女主家后院跟女主玩玩水聊聊天，女主更加喜欢男主。后来女主她爸找到男主玩牌，正要开始，时间守护者找到男主，坚称他偷了别人的100年，并将男主赢的1000年全部收走，只留下了2个小时。为了保命，男主挟持了女主，带她逃回了贫民区。途中女主父亲送她的10年被终点强盗偷走，两人本来都快死了，男主用他的贫民生存法则带女主活了下去，这使得原本因为被持节而憎恨男主的女主迅速变恨为爱。果然女人翻脸如同翻书，受男主的影响，女主也想改变这个不公平的时间系统，于是女主跟着男主过上了劫富济贫的日子。虽然抢来的都是他老爸所开的银行的钱，他们将抢来的时间全部分给贫民区的人，但终点强盗也正通过这些贫民寻找二人。在找到二人后，终点强盗的头目要跟男主搏斗，却输给了男主，一行人都被男主杀死。后来男主发现他们做了这么多，市场的税率毫无变化，男主打算放弃。女主问男主他们要转移多少时间才能有影响，男主告诉他要100万年。于是女主又开启了坑爹模式，两人跑到女主爸爸的公司打劫了他爸100万，再三发完100万后被时间守护者追上。时间守护者想要追击二人，却忘了向系统获取时间，结果时间用完瞬间死去。这时男女主角的时间也要用光，两人正在推让把剩下的时间给对方逃命，男主突然想起时光守护者的车里可以获取时间，于是他们再次存活了下来。这部电影将时间变成流通货币的构思十分新颖，也因此需要重塑世界观，格局也变得十分庞大，但影片的时长并不够妥协布置所要展现的格局，这就导致电影的情节仓促而不紧凑，在细节上有些突兀。比如男主母亲死后，男主立马抛媚，强行把一部创意十足的科幻片拍成了偶像片。但这部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，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，也暗示了过度的剥削必定会引起新的革命，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虽然不够优秀，但是值得一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